我们送走先把我们走一起嘻嘻哈哈叫朋友友一起拍拍手和舅舅一起扭一扭转起来转我心里感觉很温暖。我和弟弟正在玩打地鼠，弟弟里的气球棒砸到了我的脑袋，我一点都不觉得疼，我觉得很幸福。妹妹在玩爬爬溜的时候，我给她大声喊加油，她获得了第一名，我特别高兴。